当然咯，当然咯，因为有几等到的那个客人啊，有靠我们那边的嘛，所以呢，岛民一般上都会比较担心，怕有一些游客啊，或者是外来者啊，会忽然间上来哦。但是我们五条港NDK每一个船班，每一班的船班，我们都有我们的委员在那边负责看着啊，只要是岛民呢，我们就让他经过我们那个消毒门，然后我们有画了那个格子，有一个安全距离。 每个人经过了那个消毒门才不是岛民啊，就可以进去。不是岛民，我们暂时还是拒绝他们进来。这当如果他们偷偷上了船去了，是，然后这个是日本，是每次啊晚上了又再用岛民。 不知道机长的岛民还是外地的岛民去机长哦，所以我们那边就一直 complain 啊。所以你有没有限制时间，只能够几点载人或者一天多少？原本就是我们要一个那的 SOP 是10点的，10点是10点的，就是到晚上10点啊。对，就是之前到了晚上10点过后还是有人坐快艇进去。有没有限定次数啊？快艇一天多少趟？没有，他们私人啊，这种他们私人的。 快艇啊，我们也没有权利去控制他们说几点去上班。现在其实已经有是已经不是岛。警察局啊，有的像那些一些他认识的，好像他的跟外地，人民代医师，人民代医师这样去。他们是担心，因为现在太过开放，他们担心会发病。因为这几天一直那个疫情一直上升嘛，所以他们就一直讲很多事情啊，怕等一下送到啊什么事情啊。那现在你们的 Club当的留民宿业者是还没有接待客，暂时还没有接待客，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不听话，还是有接待客这样的。有一些村民在投诉啦，我是听一些村民在投诉说，还是有一些人还是这样做。那就明显看。 Kita boleh langsung.